我的名字叫皮皮，今年18岁，平时的爱好就是宅在家里当一个废人。18年以来，我都是自给自足，因为我没有女朋友啊！放标题。什么情况啊？今天不是周末吗？为什么闹钟会响啊？不管了，不管了，接着睡。哎，不对，今天我约了网友吃饭，而且还是第一次见面，得赶紧起来刷牙洗脸，给人家留一个好印象才对啊！先把空调关了。哎，这空调怎么没反应啊？难不成？我去，我遥控器电池呢？这那我昨晚是怎么打开的？啊，算了算了，先找一下电池。还好这个柜子里面还有一盒，赶紧把电池装进遥控器里。好了，现在就去刷牙洗脸，先上个厕所，憋了一晚上了。好，看我天女散花。啊，舒服。好了，我真是个爱干净的小伙子呀。先刷牙洗脸。哎呀，昨天洗的衣服还没晾呢。啊，算了，今晚再搞吧。哎，好像什么东西啊？我的钱包怎么会在拖把桶里啊？哎呀，这个零件是之前亲戚家小孩弄坏的高达。不管了，不管了，快没时间了，先把胡子刮一下。哟，一个帅小伙儿。出门的话，先找一下手机和钥匙啊。哎呦，真的是到处都有零件啊。我的钥匙该不会是放在密码箱里面了吧？我的生日6月6日。哎，居然是高达零件，这怎么会在密码箱里面啊？哎，这抱枕下面怎么也有一个？一共是6个碎片，我这都快找齐了。哎，算了，我记得昨晚好像把钥匙丢在了电视柜里啊，果然在这里。哎，充电宝也在这里，可以可以，出门必备充电宝啊。啊，对了，我手机呢？手机，昨晚玩到2点多，应该是在枕头下面啊。好了，出门的东西都找到了，那就出门吧。高达零件今晚再回来拼吧，可不能让我的网友等久了。这些没必要的东西就先放在家里吧。告诉我今天要见面的网友就是这位美美小姐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光看照片我都已经激动得不能自己了。别想了，赶紧出门吧，待会儿就能看到真人了。哎呀，今天天气真好，今天一定是美好的一天啊！约定的地点离这里不远，那我就坐地铁去吧，方便快捷。哎，可以啊，离约定的时间还要早了一点，这可是我最喜欢的餐厅呢。今天人不多，就坐在那个挂画下面吧。先生你好，请问需要什么服务？哦，我还在等人，待会儿再说吧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有事随时叫我。虽然一切准备就绪，但是心情还是有点紧张的。万一他就是个照片怎么办呀？哎呀，如果他真人其实是个坦克，那我要不要当场狂按 F 呢？你好，请问你是皮皮吗？啊，我是，你是？你好，我是美美。你好，我叫皮皮。你等了很久吗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也是刚到的。你吃过午饭了吗？还没有呀，有什么推荐的吗？哎，那你是问对人了，我平时很爱在这里吃饭的。服务员，点餐。你好，请问需要什么服务？我要个，今天要给他留个好印象，就先不点那些味道太重的了。我要个牛肉肠粉吧。美美，你吃什么呀？这个菜单。那怎么样？看起来是不是很有食欲啊？给我一杯水吧。好的，马上就来。哎，你不是没吃东西吗？怎么只要了一杯水啊？我好像想起来了，我刚刚吃了东西呢。哈哈，那你可真是健忘的啊。先生，这是你要的牛肉肠粉。女士，这是你要的水，请慢用。这太好吃了。你真的不吃点什么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想去先打个电话。啊，好，你先去吧。哎，怎么还没回来啊？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？
我知道了，这次肯定又没戏了。我真是太惨了。需要纸巾吗？美美，你回来了。